我瞬间困了，睡意上来了。我动起来，起床，不用睡。下来就是给那个什么造点素材。导演，导演组姐姐，听好啊，我们现在给你们造点素材啊。对，你不好意思，四个人欺负何总总啊。我已经加好了，我也加好了。热搜，热搜。嗯，你还想上热搜？挠痒，挠痒，挠痒才是最好的折磨。我有，来，过，控制住。你们这一薅，我一下清醒了许多。换个地方躺。有想挑战我五子棋人吗？来 ，Take it, boy。你说你在这儿吗？嗯，我赢了。小傻瓜，小傻瓜，两把全输掉了吧？手机去哪里了？是谁把我们手机拿了吗？我的手机去哪里了？手机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周震南的手机，哎呀，刚刚蛮厉害的嘛！快给他藏好。哥，你给我打个电话呢。好的。这个晚上好几次。周震南的彩铃。你的彩铃。一去到四川。真的假的？这是我的吗？一去到四川。我们的手机呢？什么人在响？哦，在这里吗？手机。刚刚还在床上震呢。哥，你再给我打一个呢？谁让我下五子棋？来，谁下来五子棋？金春玉。谁把我的手机放这里面了？找到了。哇，太过分了吧！四川。